等陣先，請你揀以下邊一個係正確。我知啊。唔係，我想問你點知啊？你唔係你冇你係啦？你點知嘅咧？我睇漏咗呢個，睇漏咗。唔係，咁你點？你係你知道頭先嗰個音係？頭先嗰個音係 E flat， 係。唔係啊，譜上咪 E flat 拉咗 E natural。係拉咗 E natural。嗯。但你一拉你就知道這個是不是 E flat 了、我一拉我記得我唔記得，唔係我記得我唔記得，我醒起我唔記得。等陣先，等陣先，等陣先，三個音是一樣的 ，bum ba lam bum ba， 頭先係 dum ba la bum ba la， 慢短慢。我唔知佢哋長短短長，咪唔啱咯嗰個節奏 ，bum ba la bum ba la。唔啱啊！你話我聽有咩分別？你咪聽聽下，淨係聽個節奏啫。One two three。第二次，你冇咁明顯，不過個係咁樣嘅分別。個連弓個兩，好快，連弓嗰兩個太快。係啊，咁你可等陣先。其實我哋係一拍數一二三啫嘛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我知道如果你要你拉分弓咧，一定冇問題。但係人哋就係想我哋。去有喺個弓速上面唔同，但出嚟嘅節奏係一樣。換言之，係你嘅右手咧係會有快慢噶，左手撳音嗰度冇。啱啦，唔係你冇做 action 啊，快慢快慢，唔記得上堂定再上堂啦。得吧？你冇呢個 action 嘅話咧，我哋唔會有咁明顯嘅分別。但現在人家是對了，開始沒那麼快了，一你第一個非常之好，越整咧嗰個 contrast 就越嚟越少了。你由呢度嚟一次啊！我想你咧記住呢個 C 音同埋跟住呢個亦都係 C， 你可以行近少少，多最尾個第一行最尾小指，係係咯。唔啱咯，再嚟多次，有個 E flat 嘅喎，係啦 ，OK， 嚟多次，慢慢嚟。點解你會聽？等陣先，點解你會聽唔出係唔準咧？我想慢啲先。我肯定咧，我肯定咧，睇到呢條片嘅觀眾咧，佢哋會知道。我諗你自己睇你都會啊，多多啲。咦？高咗喎、啊？高咗好，你根本係另一個音，根本係 E natural。所以我就問，而家你要，所以個問題唔係你慢，你就會發覺到，唔係噶，你係要我有哦 E flat E flat 個感覺，手指嘅感覺係打開定係低定高噶？多啦啦，係咪？啱啦 ，action action action， bum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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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， 你又變翻你啱啱拉，可唔可以試一次？啊，係，可唔可以試一次咧？我哋都仲係呢兩行，但我想你咧分工拉，但 action 要喺度，分工拉，落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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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落 ，OK。好 ，one two three。错咗。
快，真係唔係咩？個我唔係啊，唔係你個 X 唔係。你個問題不是在 action 那裡，問題是在後面那兩個音那裡。是嗎？不是，你聽不出你剛才，你不是，你不可以怪那個 action， 那個 action 是 set 了這個速度，那跟住如果不對的話是跟住那兩個，你的節奏不對。你剛才是，那個 action 是對的，你只是怪錯，是幫咁你話我聽個問題係 action 啦，定跟住嗰兩個音啦？咁咪就係咯 ，bum ba ba tum dum bum， 係咯 ，action 啦，做埋做翻啲 action 出嚟，繼續落去第四小節。再嚟多次，放鬆少少，我想見到你眨眼。咧又短咗啦，後面嗰兩個。冇。係咪？我 feel 到短咗喎。冇，等先，等先，等先。你成日 feel 到嗰啲嘢咧，其實唔係，就算唔係，我唔覺得我唔覺得要停落嚟講，唔覺得差咁遠。但係有啲好明顯嗰啲咧，即係譬如呢個音長第二行呢個 C 咧，你就係、是。跟住你就若無其事，係咪哆啦咪哆 ？OK， 你今次準喎，但係咧你咁樣拉喎，嗯？即係話乜嘢咧？即係話咧，呢兩個音咧，呢個 E flat 一手指啦，同埋呢個三手指，對你嚟講咧，都仲係兩個獨立嘅音，係。所以咧，你只能夠你阿 J， 所以咧，你拉咗咁多次咧，只能夠揀其中一個音準，一係就呢個唔準，跟住呢個準，一係就呢個準，但係跟住呢個就低。即係所以咧，你係你嘅三手，即係如果你嘅三手指係低咧。是因為一手指影響了它。如果你想，如果你想這個，你想著這個 C 的時候，你就沒有想這個一，這個音一，這個一高了，這個 E flat 直接去 E natural， 你都沒有理，跟著你就拉了 C， 啊這個都準喎，啊是準，但是你前面那個不準呢，哆啦咪哆，所以我就說咯，是不是整個整嚿東西來的，不單止我們要這樣理解，你的左手都要有這個感覺的。